一天早晨你打开朋友圈，你看新闻，你突然会产生这样的错觉，说难道里约奥运会要结束了吗？难道王宝强获得了奥运会金牌了吗？为什么你在朋友圈里看到刷屏的都是王宝强？而王宝强呢，把奥运会这些冠军呢、包括什么洪荒之力的傅园慧啊、国民老公宁泽涛，把这些风头都抢了。什么原因呢？今天8月14号，王宝强突然在微博里发了一个声明，离婚声明，说他的夫人马蓉出轨，两个人呢由此呢就要结束婚姻关系。结果这个事儿一发布，由于王宝强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哎，好多人呢铺天盖地的在追寻这真相是怎么回事，各种各样的爆料就出来了。当然这段时间的舆论呢，大多数呢是支持王宝强的，所以很多人看到这样消息受不了了，说王宝强你说就傻根儿那个形象，看着也没啥心眼，多淳朴个孩子呀，怎么被人坑得这么惨呢？又说财产被掏空了，连这个打官司钱都没有了，哎呀真可怜呢。结果很多影迷还有大量的非影迷都感到义愤填膺，说我们得支持王宝强。怎么支持呢？王宝强是个演电影的，那要是他演的电影我们都去看，让他挣钱，挣着钱用来打官司，这多好，支持他。这会儿大伙一翻呢，翻出了王宝强一个电影，就是王宝强今年在12月24号平安夜要上映的一部电影，叫《大闹天竺》，是个功夫喜剧片，是王宝强自导自演的第一部片子。很多人就在网上说，这片子我们全家人都去看去，一个人买2张票，贡献票房来支持这个王宝强，他太可怜了。结果这大伙这么一说支持呢，现在《大闹天竺》这个片子据说保底的票房都得有10亿了，而且他的投资方呢是光线传媒，光线传媒这两天的股价呢两天涨了7%。王宝强为宣传这个电影呢，在一个直播平台开了个直播间，结果瞬间涌进多少人，将近76万网友不停地刷礼物，说送给王宝强钱让他打离婚官司去，不要让别人给坑了。所以这个电影现在《大闹天竺》还没等放映呢就火成这程度，因为12月24号放映，按照正常的宣传档期是11以后开始宣传，现在还差一个多月呢，就已经现在火得不得了了。可是这里头呢有一个事情啊，细细想起来挺有意思，就是这个片子呢，它的主要的投资方除了光线以外呢，还有这王宝强和他老婆两个人的这个公司。那么呢，他的老婆马蓉呢是这个片子的出品人，就说你现在这个片子如果是大伙贡献很多票房，甚至超过美人鱼30亿以上，那按照夫妻共同财产来算，怎么着有一半得是他老婆的。所以这对于很多支持王宝强的人心里头有点不甘，你说我给贡献票房不光给王宝强了，还给了他，哎呀我恨他，还给那个人了。所以眼下呢，有的人就觉得说是在他夫人马蓉那边还有很多说料没爆的，说准备有些猛料来反击王宝强。现在这个事儿要在我的判断来看，由于这部片子最后的票房其实是两个人都有数，两个人都有账，那么很有可能呢，他的老婆马蓉不会在这个时候跟王宝强真正的对撕起来，撕到最后两个人都名誉受损，对票房没好处。有可能在这个期间呢，我倒觉得两个人不断会有些小新闻放出来，但是不会撕得很厉害，就为了保证这种共同利益。那么等到这个电影上映完了之后，有可能真正的离婚大战才开始。所以我说在这个利益和感情之间怎么去平衡，说实在这个真的是很耐人寻味的一个社会话题，它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电影的范畴。那我们今天这期老梁看电影呢，我们不是娱乐节目，我们还要从电影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很多人非常同情王宝强呢？大多数人都觉得王宝强在生活当中和电影上是一样的啊，你看着有点傻傻的，憨憨的，很淳朴，也没有心眼儿，好像这么些年演电影呢就是撞大运似的，运气好上来了，然后本色演出，自己就那样人，我就演那样冒傻气的角色，然后运气很好，一路下来就成功了。不少人觉得呢王宝强是这么一个形象，所以大家会对他在婚姻当中被人算计了格外的同情。那么王宝强演电影是不是就靠运气获得了这个机会呢？是不是说他就是本色演出，他没什么演技就能有今天的成就呢？
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就给大伙儿仔细说一说王宝强到底是哪种类型的演员，他是不是靠运气，他是不是就是那种傻里傻气的本色演出。那你不这是站票还是坐票？这期都是坐票。服务员，现在请问有什么需要吗？你说看我打的通信，你是不是该吃药了？你咋知道啊？现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吧？哪知道？你是高天热购物的。我告诉大家，这个绝不是。王宝强本身对自己的电影事业是有规划的，而且他有着非常清醒的头脑。他是目前中国电影界另辟蹊径获取最大成功的，可以说是第一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先说他这种成功获得的机会是不是靠运气。其实王宝强得到这个机会并不是因为他的运气好，冯小刚一下就挑上他了，而在这个之前王宝强已经是台湾金马奖的最佳新人了。有人说那这不算运气，他出来以后你看他奇了怪了，一步一步的拍着这种傻里傻气的角色，最后一步比一步火，你这不是运气吗？这也不是运气，这是啥？这是王宝强自己选择的结果。你以为他是就说每部电影都选这样角色撞上他吗？不是，他有意识挑的，我就演这样的角色。你看咱们天下无贼那傻根定下不说，接下来你看他演的都是这种啊冒着傻气的角色。你包括接电视剧《士兵突击》里那许三多一根筋，还有顺溜里那狙击手，上头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都是类型的角色。包括他再回到电影屏幕上演大电影的时候也是如此，像那个《人在囧途》，他演那个农民工讨薪，最后工头骗他说别人欠我一个要回债就给你发，他真去要账去了，说坐飞机不让带牛奶，自己哒哒哒就把一大罐牛奶都喝了。叫啥家傻傻傻傻写的这是傻傻。哎，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非要哪张唱啥的了？哎，哪张唱猪的快吃扒拉了？啥？你老板一共欠了多少钱？咱们四个人一共交进了才2万块钱，你这叫不啊？这咋成傻了？不好意思，这真的不能带上飞机。如果您坚持要带上飞机的话，那你可以跟着你的菜刀一起下去托运，或者现在您就可以割掉。你等演到泰囧的时候，他那种傻劲甚至成了表情包。是不是丢东西了？找不到了吧？在我这儿呢！我还纳闷呢，我不知道怎么会有你的手机呢，我差点找不到你，赶紧走！哎，我不要了，送给你，你赶紧走。不行，我妈说了，无功不受禄。你妈没教你恭敬不如从命啊？我妈说了，得饶人处且饶人。我发现你是朵奇葩呀。你是在骂我吗？我在表扬你。那你借我点钱好吗？你脑子进水了？你咋知道的？包括天下无贼里那个形象，你看谁是贼谁是贼，站出来让咱看看吧，非常淳朴冒着傻气。所以有人说他挑这角色怪了，这一步比一步火，这是他自己挑的，不是说戏找上他。他为这个呢推了很多别的戏，为什么呢？他碰上个贵人，冯小刚在给他导完《天下无贼》之后啊，就跟他说王宝强你呀，要想站住不容易，为什么呢？你纯草根出身，这个行业里像你这样的新人多了去了，很快就会大浪淘沙，人家把你忘了。你为了让人把你记住，你不要以为你是演技派，我可以接别的角色了，你就演傻根这样的角色，让大家记住你。在中国，只要一演这样的角色，就是你，非你莫属。可以说冯小刚这绝对是真知灼见。王宝强听了这话之后呢，他特别注意，我选角色我就选这样的，我就选这种傻里傻气。结果
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现在是牢牢的把王宝强这形象记住了。就你现在，你包括后来我们看片像《道士下山》里边他演的贺安夏，这种冒傻气的、涉世不深的、非常淳朴的、一个心眼的、很实诚的，找谁演？只要年龄在20-30岁，基本上我们都选王宝强。就是为除了他之外，别人演不了这角色。所以这一点就说明王宝强给自己的市场定位做的是非常